我们今天许多许多自发性的学生青年来到立法院前面召开拒绝彩虹恐怖青年勇敢站出来的记者会，我们要表达的是，这个社会上不只有一种声音，也不是如媒体所报道，年轻人大多都支持同性婚姻。我们许多人是反对同性婚姻，但是因为长期受到彩虹恐怖的霸凌，使得我们平常都不敢表态，也不敢表达我们对法案的态度。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但是居然在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台湾不能表达我们的意见，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同性恋者想要结婚，要来修改异性恋的法律，难道异性恋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吗？再讲一次，同性恋者想要结婚，要来修改异性恋的法律，难道异性恋者不能提供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见吗？我们今天在这边把法案、把纸飞机射向立法院，就是要表达我们的诉求，希望法案能够退回，能够立即的停止审查，并且交付全民公投。